我哋上一次嚟到深水埗，大发现咗另一间电子特卖城嘅竞争对手淘多多。佢哋售卖嘅产品同埋价钱，同电子特卖城都系咁上下。唔知特卖城又会点样见招拆招呢？我哋今日冒住炎夏高温40几度，滴住身水身汗，都要嚟帮大家睇下深水埗电子特卖城，佢哋又有冇啲咩招式出奇制胜呢？我哋一起嚟睇下啦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频道，带你哋搜罗身边有啲咩抵玩、抵食、抵买嘅嘢，可以订阅我哋，揿埋隔篱嘅钟仔抢先看，跟贴住我哋最新嘅情报啦！仲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嘅资讯俾你嘅亲朋好友啊！大家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， 咁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到我哋最新嘅资讯啦！多谢。我哋咧发觉十大必买推介都唔够介绍我哋今日发现嘅所有产品，所以我哋会逐一介绍晒俾大家，记得睇到最后啦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精彩嘅介绍啦。放喺门口嘅都系一啲口罩，好似呢个独立包装立体口罩，30个35蚊。亦都是独立包装的成人口罩，50个25蚊。口罩呢都不需要介绍得太多了，大家有需要就买了，不要囤积那么多在家啊。好接凳39蚊。作为一张好的接凳，当然要接得埋够细，打得开又够实正，坐得稳。那它都可以做到的，细细张都可以周围摄，几方便。环保购物袋3蚊至9蚊，每次嚟到见到佢啲环保袋咧嘅款式都系一次比一次精彩。今次发现咗呢个胶织款咧，系一幅名画咁样。另外咧，仲有一个澳洲嘅风景，哇！孭住呢个袋就当去咗澳洲旅行啦。衣物随油去织嘅酒珠5蚊。有时咧啲衫嘅油渍咧，真系用洗衣液咧都洗唔甩嘅，硬系咧有个空喺度嘅。买支翻屋企玩下，睇得唔得先？防氧化收纳盒3蚊。其实佢呢啲收纳盒仲可以用嚟装啲咩咧？我暂时都未谂到。你哋又有冇啲咩提议先？针线盒9蚊，咩都有齐啊！针、线、尺、指环等等，仲有一啲我都噏唔出佢个名嘅工具。如果中意缝宝宝嘅朋友，都可以买个翻屋企缝缝宝宝，好唔好笑啊？插电笔19蚊，消毒搓手液3蚊，迷你版嘅搓手液1蚊1支。哇！呢支韩国版嘅超大支搓手液都系1蚊咋？而家呢啲疫情咧，日日都反反复复咁样，可能我哋香港人听到啲数字都已经麻木晒，都系当听到一堆数字。不过安全措施都系要做足啲好啲。晾衫绳3蚊1条，而家就算买豪宅，你个露台都唔可以晾衫，100万嘅问题。咁啲衫究竟可以晾喺边度呢？答案就系晾喺条绳度。蓝牙耳机49蚊。当我行埋去呢啲蓝牙耳机嘅区域嗰度咧，就已经有一个阿叔咧行埋嚟推介我呢、這个耳机好用啊！我买咗一个，啲声好靓啊，仲可以用到3-4个钟。咁啊系，佢中间咧仲有个荧幕显示嘅电量，咁就唔使惊冇电都唔知啦。洗衣器59蚊，好多人咧行过咧都问呢嚿嘢系咩嚟嘅，佢就系咁一嚿喺度转。咁咧呢嚿嘢系点样可以用嚟做洗衣器呢？原来咧佢系一个可携式洗衣器，就系俾你喺旅行用。咁佢嘅用法就系应该放喺一个桶度或者一个容器度，
咁我諗最多都係放兩三件衫，加埋啲內衣褲啊咁樣。咁我就會一路同你轉轉轉，搞搞搞咁樣。咁咧，你去旅行或者公幹咧，都可以輕鬆啲，唔使自己洗衫啦。名錶啊，15元啊！無線高清彩耳內窺鏡99元。咦，這個好像挺好玩的樣子。我們看一看它接駁了電話之後呢，是有個鏡頭呢，可以直接看到你耳仔裡面的情況。曾經呢聽過有人10年呢 都沒有撩過耳仔，跟住搞到呢要去看醫生，夾了一粒千年老泥丸出來。如果不想去到這麼嚴重要看醫生，那你看看這個可不可以幫到你啊。去織筆3元。去到最后一个区域冲刺啦，男士洗面奶2元，同埋保湿乳液都系2元。相信咧都系一啲冇咁讲究嘅男士，粗粗地都可以用嚟洗下嘅。驱螨器15元。驱蚊器都是15元。食用玫瑰盐15元，哇，超大包啊。孖屎1元咋 ，Made in Korea， 仲要韩国制造添，有4种口味。而家夏天 ，dry dry 地就啱晒啦。今日我哋搜罗完一轮电子特卖城，个人认为佢喺深水埗嘅地位仍然都好稳固嘅，因为我哋每次嚟都会发现到有新嘢玩啦，又可以消磨一段时间，价格亦都系 keep 住咁低，希望良性竞争对大家都有进步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频道，带你哋搜罗身边有啲咩抵玩、抵食、抵买嘅嘢，可以订阅我哋，揿埋隔篱嘅钟仔抢先看。跟贴住我哋最新嘅情报啦，仲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嘅资讯俾你嘅亲朋好友啊！大家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， 咁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到我哋最新嘅资讯啦！多谢，拜拜。